王俊凯首次挑战雀斑妆，本以为很难驾驭，看到成片后我恋爱了。说起王俊凯，大家肯定都是非常熟悉的吧，是 TFBOYS 中的队长，不仅长相帅气，歌声优美，而且在很多综艺节目中也都可以看出王俊凯的综艺感十足，因此也是圈了不少的粉。而近日王俊凯拍摄了一组时装杂志双封面，而且还是雀斑妆。要知道雀斑妆是很难驾驭的，并且毕竟王俊凯是一位歌手，很多网友也是害怕小凯驾驭不了，不少真爱粉也是为此捏了一把汗。不过在王俊凯化好妆拍好的照片中可以看出，王俊凯一改往日的风格，把刘海也是直接梳了上去，看上去也是非常霸气的，而且精致的五官也是非常吸引人的，给人一种翩翩少年郎的感觉。本以为雀斑妆会使他的颜值受到影响，却没想到小凯却驾驭得非常好。不得不说，有颜就是任性，王俊凯也算是不少人看着一步步走来的。如今的他努力上进，小小年纪的他也是比同龄人都优秀了不少，因此也是收获了不少人的喜爱，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。也希望王俊凯能够越来越好，给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